这就是夏天应该吃的呀。好吃的蒜香排骨，又酥又脆。好吃的蒜香排骨，又酥又脆。小勺小苏打，用清水泡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后，您可以看出里面都是脏东西。腌制半个小时以上，再把里面的渣渣去掉，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，可以做出饭店的味道。首先剁好了鸡块，只需用清水冲洗干净，捞出。这样做的南瓜饼外酥里糯，特别好。香醋、白糖洗干净，用勺子取出鲍鱼肉，去掉内脏，去掉嘴巴的部位，给它改刀。鲍鱼肉加入料酒煮五分钟，洗油热爆炒葱姜蒜，下入生抽，倒入一碗清水，下入鲍鱼。